各位，我想主题佛母，安尼讲拢是安尼，安尼称呼尊体佛顶啊。那伊个专名叫萨达玛，萨名萨布达，菩提那，这是七俱胝佛。俱胝呢，菩提，菩提是千万，又把它翻成亿，又把它翻成百万。反正这个就是很大的数量，七千万的佛，七千万的佛都是尊体佛比的核心，也就是说尊体佛比生出七千万的佛，教化七千万的佛啊，生到伊这大的功德啊，按在伊讲尊体佛比那是观世菩萨的化身，所以咱一般讲所谓的六观音，哪个观音？第一个观音就是大悲观音，来的就是千手观音，来的就是马头观音，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主题菩萨，一个叫如意轮观音，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一般。十一面观音啊，十一面观音，所以这有六尊有代表性的观音，它分别教化第一道的众生，千手观音，千手观音的是那净土啊，给那个众生啊。那马头观音呢，就在救度畜生道的众生啊。那大悲观音就在救度恶鬼道的众生。那我们说那个。这个叫他的手啊，这十一面观音，十一面观音一般我们都四十二只手，十一面观音呢，它是专门救度阿修罗，阿修罗是皮皮看到啊，按这尊体不变的是专门救度已经的，所以叫阿哪的因缘特别轻啊，最后那个如意轮观音是教化天道的众生，所以这六个观音呢，通通是观音的化身。但是要按哪样观念下的心下的观念就是尊体不变，所以对于这个法穿起来按看透了懂透了，这个法一滴滴按懂透拢真大真大诶，为着要影响咱按台湾，因为讲较歹听是开发了较慢，台湾文化。明清之前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原住民，然后明清以后，慢慢的就汉人就多，然后也慢慢的把它的开发起来，所以佛教来台湾是这种马国公主国，马国家主嘛，所以加在第一大陆遐加发，就是加流行的文化，现台湾不一定有，但是关于马，大家拢做出来。拢做说明啊，因为台湾的佛寺啊，是讲超风寺啊，哈，还是讲按五湖泉水、南门寺，因差不多是按那头前是道教，啊，尾啊就是佛教，啊，佛教一般各拢是大部分拢用观世菩萨做伊的代表，所以佛教伫台湾应该是讲影响咱上大的原因。那哪个靠有这个靠团结？那可能就这尊体的，你也去大陆较大间的寺差不多拢有啦，所以尊体有庙伫咱遮，大家可能拢听过，啊嘛知伊真有威力，但是因为较无这个传承，所以一般大家安怎修？咱知影朱元璋啊，朱洪武，伊一辈做皇帝之前，做皇帝之前，伊嘛出家。爱出家时阵，就伫寺内底咧做香，做香灯，就是专门咧整理大殿吼。啊，伊殿多是尊体殿，还是伊会家己啊？可能这个有天命啦吼，有也是无机的，所以真紧就发展起来，到尾来变明朝的皇帝啊。所以伊。
安尼了后呢，伊当然有啥物禁忌，知影讲我逐个人拢甲准提有迄个经文，啊，我是江山在难保，但是有伊怎啊甲这个法，那有一点啊，敢若宫廷里面可以修，就有点点限制。那这个也是有些法本来很流行，慢慢不流行，其实也有这种关系。那安那对于动力有一点啊接受，安怎样讲这准提法？第一，动力比基本嘛是一个足重要的法，足重要的判定哈。那所以，按会当修这个法嘛，会使讲真深的理念。啊，搁古也是较特殊的理念是安心大悲殿，大悲殿内底尾后是千手观音，头前的准提有庙，虽然头讲的。千手观音是去度地界的众生，准提如来就是咧接引咱遮人，所以伫遮应该是用以准提作为开山的一个法，是这个因缘嘛，也得得属于。那安怎啊？老师若捌听过老师讲故事，伊修行的过程内底有一寡过程吼，交准提如来有真深的关系。啊，尤其咱老师傅的妈妈，这真正有修的，真的修行很高的。他其实就是跟主题往往有更深的关系，所以安老师勇敢，尊敬，不必动这个妈妈，也有这一层的关系。而且也禅定或者修持的过程里面，也有一些跟主题。相应的关系，所以我想按了这个准提情况，真深的一年也会当得到真大的受用。那我想过啊，甲按这个情大概解说一下，因为当时按个人念，啊唔知是啥物意思，唔知是安怎，哦，这个情况在大位咧，实际上每一个情都是这个佛菩萨。伊所有功德，靠一句的音来表达出来，所以安来当知影伊意思，更加念起来就较上面。那安心讲规个等的就，那么就是归三大，那就是七，三妙三不大就正等正觉。那科地那科地安头具体，科地就是千万，所以。我皈依七俱舍佛的七千万佛，这想头啊！按念正心，正正心皈依。但我虽然是干那念准提咒，实际上念这个咒，定义是念七千万佛，得到七千万佛的加持，所以这个咒当然就特别有力。啊，个人呢，打底下塔就祈说咒怨，个人的是祈求啊，啊祈求了，个人来的是产生，然后金本金，也是用心咒，嗡，就是我身口意完全归一同五，叉嘞，猪嘞，尊腿，刷哈，扎嘞，就是觉醒，动起来，按个觉醒，按个觉醒动起来，叉嘞。诸人呢就不断的往上升，不断的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尊体就是清净，刷好就是圆满。虽然就知我这个情原来是咧讲，动咱发动咱的觉性，按本来宇宙的佛性，该发动起来，该点点出来，会一直修，一直出来愈强，到尾啊，清按本来清净的规定的。就是所谓诸佛菩萨的功德，都会逐渐幻化。所以安起这个情，你看对佛性的启动，到对个功德的幻化，就这个情来就念了。所以你的念的心，想啊要结那个印，我们晓得结这个印嘛。我想要把这句话盖起，这印这抗体来的是讲安的播种。按佛祖来放在内底，啊，中在就是安尼自性，
啊，有这些狮子跋扈持，把我们的宝藏放在里面，将我们的功德透过最活动的狮子来护持，然后我们两个大拇指又整个把它包覆起来，所以这个请，哎，这个蚯蚓，你点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哦，真稳定，真有力。啊，尤其佮念的时候，因为咱知影爱有这个表情，念咒爱有表情，要讲话要有表情，是太重要。你若讲话无关无别都要讲，人听袂落。完全无感觉，你若有一个抑扬顿挫，人会出去听。所以祈求嘛，相共。你个叫本尊上面，你也知影本尊的个性，伊真是啥，伊精神是啥，安着别个心态上面。所以安着用一点仔力，因为要推动，要发动你的决心，所以你在念的时候要嗡恰列诸佛类准提娑哈，嗡恰列诸佛类准提娑哈，大概就这样子的力动，你念的时候会出来，哦，感觉。精神不好，规身躯就发现规身躯精神的非常好，这是哎修行哈，正重要的一部分啦。按知影讲，佛法当然是无限的内容，又搁深又搁宽，探讨不了。咱既然是安尼，就咱不管做偌简单的物件，你拢爱用足大的精神。迄、那个用足大精神，毋是讲你爱足出力，你爱规个心口拢投入上面。安尼时，你像简单，安尼念阿弥陀，你千万唔通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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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通安尼念，唔通安尼阿弥陀阿弥陀，他敢若行念伤少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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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句。拢爱家收集来，拢爱用心来，拢爱用足恭敬、足珍贵的心来念。安尼是念一句落一句的功德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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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对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未使烦啊，念佛啊烦，都阿要打妄想。你既然要念佛念咒，你来决心收摄起来，那一样的念观世菩萨。也是一样，念地藏王菩萨，不管你念对一尊佛，拢用小同尊重专心，单纯的心来念。那你不管念对一尊佛，拢功德无量，佛绝对无大细心。未讲啊，你念这个较大，功德较大；你念那个较小，功德较小，无啦。你安念佛的心，实际上佛菩萨佛菩萨的心，以思妙喜爱。安光这个觉性的涌动，你念的时候要用清爱有清净的心来念，你观念上你拢会念甲真欢喜、真投入、真上瘾。安尼的时阵，你看人体会讲，我原来学佛，原来修行真赞。你若修半工拢无反应，就代表你根本就唔捌，你根本就伫遐无袂咧修，无就讲有效的方法啊，拢。收一波拢无成绩了，我就等于，就讲讲你食一斤肉，啊一个足好个老师在遐咧教，无可能他课就可能阮也无可能，啊你看着假哦，啊无就是老师咧讲话拢无咧听，啊就来乌白溜，当然规张写了了，连阮就一个阮啊，无一个对个，啊说这个真重要，学分就是要互咱个觉醒，吃嘞能够发起。这不太成分，你用佛心，用佛心，当然就成分；你用凡夫心，凡夫心容易失去，当然袂成分，袂相应嘛。啊，所以我想，咱今仔日真特殊的，等大家等发心转来重视这个春节饭啊，啊，搁一个正好的消息就是，因为咱那个金华酒店，咱在金华酒店最近。刚刚发生几件这特殊的代志，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！那实际上，因的这负责人其实都是佛教界里面的一个大女王，但是有些代志要发生，不是讲你口气加大，啊，就真正会当保庇的，一定无代志。千万不能安尼想，但是安怎有可能因为
不行，但是我个孙了，迄信心状，真正真有可能，啊，真有可能。咧纠缠个纠无，也是拄啊倒病个时，迄信心状啊无个，啊煞过去，才自然状一念之间状啊变过。迄若安尼真可惜。有当时吼，啊有当时，迄上大个加持颠倒是，甲你本来可能袂受伤个遐严重。用一个方式把它变化出来，但是你也挡不了。所以好不千万唔通讲，哎，你有只一寡挫折吼，一寡无顺，啊，怪人怪事，啊，一定爱讲拢有正念来看这代志。所以啊，因个发心就讲，因为伊对安时我有真大认识啊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多些准备有几个诶生日。爱的去，应该是讲一当前的已经开始的事情。简单点，退定你就知，迄、那个主题纯念佛法，菩萨是不惊的，很庄严。然后你可以把它随时带着。安怎样？伊内底毛酒毛香嘛，所以随时护持着你。那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念珠。他们发心跟大家接，这个也是一个特殊殊胜的因缘啊，比较很多年改感恩啊，那更加爱感恩是安定爱感恩，安这阵准提菩萨的形象，伫世界是非常有名，因为会当遮尔啊完美的呈现。只要你看过他，你就永远记得他。所以你看过他，伊就伫你心内，轻轻刻伫你心内。所以安那嗡朝的诸类尊体说哈，你念伊时，你想讲伊伫安尼面头前，你会使安尼改修，当然修不住了这个修。要修就修好对，要修就修好用心，要修就来修我的修行，啊无就白修啊。所以一定要用心，学佛一定要用心，唔通干呐换一支嘴，换一支嘴就是讲干呐嘴个了，嘴个拢袂上，安尼伤过可惜啊！希望大家借着安尊的彼个加持，互咱调和咱本来的清净心愈来愈上去，互咱调究竟的分愈来愈接近。中午一天，安尼咱发起充满；中午一天，安尼会咱成就无上正定正觉。嗡，啊，嗡。